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 Roblox。今天我还当鲨鱼，没错，这是一张成长型的地图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我们来看这只鲨鱼最后会成长成什么样子。那我们要怎么成长呢？吃掉这些海底生物嘛，跟他们 PK。来，我们先挑一只吧。怎么咬啊？这样吗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咦，我咬爆它嘞！那我们下面经验值也成长了，然后也吃了一个食物量。我们这边食物量要20，然后我现在等级2。咦？那我有什么成长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成长哎。咦？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吃吧，吃到它成长为止啊！来，咬爆它。OK， 又吃了一只，再来一只。那我们上面有一个任务啊。任务是杀20只这个很像贝壳的东西啊！我们现在等级3了，等级3的话，好像也还是没有什么成长哎。好吧，我们继续吃。来，稍微耶！我被企鹅杀了！这鲨鱼也太脆弱了吧！碰到企鹅就直接死掉哎！我们把上面那个任务解掉，看会有什么啊？去吃哦！我们攻击好像变高了哎、欸，攻击变高了，攻击变高了，等级提升，攻击会变高啊！但我们外形还没变，血量好像也变多了。杀20只贝壳吧，20只哦，等级6了。然后解完上面的任务，他说我现在可以进化了，来，我试试看。哦，终于有像鲨鱼的样子啦！来，我们咬咬看旁边这个。哦，有有有，咬级别比较帅一点了。那现在这里有一个指示啊，我看一下这指示要我们去干嘛？这又是什么？啊，可以抽宠物是吧？这里有宠物系统啊！啊，来抽一个看看。抽到什么呢？哦，这又是什么啊？有装备啊，攻击力和 HP 都乘2是吧？可以哦，再抽一个吧。原来奖杯是我们的金钱啊。好，来再抽。靠，怎么都是这个烂货啊？一次只能装一个哎、欸，好烂啊！咦、欸，可以把它融合啊？融合了哎、欸，融合之后它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就乘3了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们现在呢？它叫我们使用这个技能哎、欸，我来用用看。哦，啊，这边有装装备啊，然后就可以使用技能了，所以我们用空白键，我们的攻击力那些就会提升吧。OK OK， 来吧，继续摇。那我们现在是杀其他也可以吗？我试试。哇，打不赢，打不赢。好啦，我们再解完上面的任务吧。他叫我们吃40只啊。我们现在已经能秒杀这个贝壳了。来，任务要完成哦。最后一只。诶、欸，任务完成后，他又叫我们再去抽啊。我一定要听他的任务吗？哦，我抽了2个不同的哎、欸！啊，要装成6这个、啊，成6这个好猛哦！好，再抽，又是一样的，超级烂。不过可以把它融合啊，我们按这个全部融合吗？哎呦呦，啊，还是成5，还是好烂哦。好吧，我们就用这个啊，不知名的，这不知道什么球啊，它让我们的 HP 还有攻击力都成6啊，技能会发光哎、欸。不同的装备会发不同的光哎、欸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打不打赢这个很像河豚的东西啊？来吧，可以吗？哦，打赢了！那我们现在要杀50只啊！杀50只啊！这也太难，
达成了吧？因为这好强哦！看来我们只能一直提升我们的装备啊！来，再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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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又收集到200个奖杯了，来吧，我们再继续抽我们的装备。而且上面这个集满不知道会有什么哎，再两个就可以了。来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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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上面这个集满它会直接送我们比较稀有的装备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、哦，直接乘以18哎，那还不装这个？哦，我攻击达到了4K 了，能够直接秒杀喽，好爽，再来。咬爆他们！最后两只，来喽！杀掉了、欸，完成了。然后他现在要叫我们去下一个任务了，抽25次是吧？我们刚才抽完25次了，终于收集到一堆废物啊！然后有抽到一个超强的，可以乘以90的、欸，这还不装吗？90的这个超扯的啊！然后他现在有一个任务要叫我们把所有东西融合啊，好来吧，还是抵不过这个90的、啊。哦，上面这个按下去就可以直接装最强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最强的，攻击直接达到32K， 哇靠！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挑战我们之前打不赢的 BOSS 了，来吧。Go！ 哦，一只，打赢喽！任务要我们解5只啊，来吧！还有一只，来 ，OK！ 任务完成了。现在下面这好像是可以升级了，哎，要升级喽！我感觉变烂啦、啊，这是死人鱼之类的吗？我来看一下哦，哦，基础力量是20啊，比这个还烂啊！来来来，现在的话啊，还是只能咬这个贝壳，攻击力好低哦。但是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技能啊，来，攻击力瞬间到达900，我、哦、等级又恢复到1了，好吧。我们就继续锻炼吧，来吧，我们先 升到10等，看会不会进化。来来，提升到10等，有了，10等进化了。好，我们来让它进化吧。来喽，要进化喽 ，Go！黑白沙是吧？有帅有帅有帅！然后我们解锁下一个区域了、欸，好啦，我们到了下一个区域了。给，下一个区域的怪也太强了吧！我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偷偷到下一个区域去抽装备啊？因为下一个区域的装备应该比较强吧？来来来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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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我们抽抽看这个区域的装备。要50N 啊，抽不起，回去乖乖再抽一下我们的装备啊！来来来，目标 0.1% 这个啊，看能不能抽到 0.01， 那是最好的、啊。好啦，我们就让它自动抽吧，来吧，我们刚才抽了快50个吧，然后抽到了这个，这一630的装备啊，这个太扯了吧！把它装上去，来来来，我试试看我们的新装备啊。来喽！哇，喷水啦！来，立刻试打一下这边的 BOSS。哇，这边的怪物都变成弱了。来来，哇，直接秒杀哎、欸！我直接秒杀哎、欸！好，我们要到下一个区域了。来喽，我们要打海马喽！
得赢吗？打得赢吗？哇哦！太痛了，太痛了，太痛了！哎，因为他会围殴啊，我们偷偷打一次看看，打一次应该还行啊。来来来，可以可以，打一次海马还行啊。但是如果一群围上来的话，我就会死啊。可以可以，我们要打海马啦，我们不能再回去打了。前面的怪物对我们来讲太弱了啦。来，咬吧，再咬。来咯，我们等级25了，可以进化了耶。这次会进化成什么呢？来咯，下一只。更大只的鲨鱼啊，而且这只感觉好凶哦。我来看一下图鉴哦。啊，所以这只的幼鱼进化成成鱼是这一只啊。可是它中间这个过程有点奇怪啊！啊，来吧，我们就用这只吧，这只也蛮帅的、啊。哇，它的攻击力一开始就 1.32 K 了哎、欸，我们把它乘以600多倍，攻击力800多啊！来，我们要看这個，来来来，再咬再咬再咬，可以可以，我们升的升很快啊！来，5等了，5等打得赢了吗？呀，还是不行。我攻击已经4N 了、欸，还是打不赢哎、欸。水母有没有那么强啊？200N 了，来，连四抽啊，来喽。好啦，他直接送我们一个了。来，我看一下。这一 K 多哎、欸，1.399K， 好，我们先融合一下。好，最强的果然还是这个啊，来吧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新装备究竟会有什么特效呢？发绿光啊，好像还好、欸，但我们攻击高达了14N 啊，打得赢水母了吧？来啊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来咯。来啊！打赢了，好勉强哦，太勉强啊，等级还要再升啊！好了，我刚才又抽到了一个新装备了，乘以4K 多的，装来咯！哦，起电了，起电了，攻击力高达65哎！来吧，水母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这个可以吗？呀、yeah, ，秒杀！太强了啊！来来来，见一只杀一只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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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摇再摇再摇，我们终于可以打水母啦！因为刚才打那个海马。我已经练不起来啦，那海马对我们来讲太弱了。来，再来，500N 的话能够抽10次啊，我们看能不能抽到更好的装备啊。来来来，抽吧，我们抽到这个啊，1.89% 的，哇，彩虹，这彩虹鲸鱼吗？来来来，我们把它装上去。呜、哦，现在谁还敢惹我？来啊！直接秒杀哎、欸，这太强啦，太扯啦！可是我们好像还打不赢那个乌龟、欸，应该是要先升等吧？我们看可不可以转身之类的、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次进化会进化成什么呢？下一个阶段大家会很好奇吗？来喽 ，Go！看一下啊，它会到达多少？哦，等级就300多N 了。我们稍微让它升等一下，来来，疯狂升等啊！攻击一逼，
好强哦！如果我们不能到下一个阶段啊，再咬吧。它攻击方式变了哎，会这样回旋哎。好了，我们到达了等级10了，我们的攻击力呢高达了 3.6B， 我们来挑战我们的乌龟吧，来吧。这也太扯了吧！3B 多的力量还打不赢哎，好扯哦，这乌龟。好了，我们到了15等了，力量高达 5B，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？来啦！你等，哇、哦，差一点。我刚才技能没开好啊，一只一只打应该可以，两只应该不行啊。来，你们不要搞围殴啊！可以。宰一下，也赢了 ，nice， 打赢喽！哇，打赢我直接升到20等哎、欸，7B 多，也太强了吧这个！我们现在钱到了4B 多啊，要不要拿来抽一抽啊？抽一下好了，来看我们抽到这个 0.1% 的、啊，来吧，好啦，我们抽掉2B 多。要抽太久啦，但我们抽到了三个这个，我们可以把它融合啊，来了，这样子它就变成37K 多，来看一下哦，我们力量到达了12B 了，来打乌龟，现在这乌龟能满足我们的、啊，乌龟也可以轻松解决了，来吧。再给我更多乌龟，因为我想到下一个阶段啦、啊。哦，我们可以升等了，而且这只不是升等哎、欸，是要进化成下一个物种啦。来喽，这只我们进化成什么呢？水果鲨鱼啊！这到底是三楼呀？水果沙。那这个的话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也打得赢海马哎、欸。来，让它升等吧。哦，旋转螺旋式攻击。好奇它进化会进化成什么哎、欸？我知道怎么进化啦，原来是食物和 DNA 这两个要满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奇怪的水果鱼会进化成什么啊？来，这真是来搞笑的哎、欸！香蕉鲨鱼是吧？大家看它尾巴，竟然是用香蕉在旋转哎、欸！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把肉咬满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再升一等哦、喔。再咬啊！哦。他用香蕉攻击是不是？我现在才发现哎、欸，对，他会用香蕉去戳哎、欸，来咯，要进化咯，果然食物和 DNA 满就会进化、啊，来吧，下一个阶段该不会也是水果鱼相关的吧？来咯，哦。这只我喜欢，这只有帅哎、欸，哇，大白鲨是吧？这只可以，这只是我目前最喜欢的、啊，还是不能到下一个区域，也太难了吧？我要到下一个区域怎么那么难啊？好吧，我们把等级升上去，然后去打乌龟啊。好啦，现在应该打赢海龟了吧？靠，还是打不赢啊！太痛了！一只的话应该可以啊。来，我们偷袭啊！他们会交换，偷袭这只。哦吼！试试看 ，nice， 咬掉了。一只乌龟加300多 B 啊！我们一定要打乌龟啦，不然练不上去啊！我感觉要来抽了哎、欸，这感觉不抽不行了哎、欸，抽140抽，能够换
传说等级的装备是吧？好了，我们刚才不知道花了多少币，抽到了一个超强的装备啊，乘以 150K 的，超强的，立刻装上。哦，是这个效果、哦。来，我们来去打乌龟啊，打得赢了吧？咦，直接秒杀！哇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来了，16T 咯，我们今天的目标达到了，下一个阶段是鲨鱼，快快快快快！再给我更多乌龟，咬爆！最后一只 ，nice！ 好，又来进化了，下一个阶段来咯。感觉没有很强啊，垂直鲨鱼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能到下一个阶段啊，我看一下打不打得赢啊，瞎子是吧？来喽！我们今天呢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